我现在就来到了花莲女鬼瀑布旁边的一个民宿，我找了一个对那方面有感知能力的人，他一起跟我去女鬼瀑布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大家好，像一个从小就有这个天赋，你看到那些东西，对，其实这个对我的生活来说一直是一种困扰，东西靠近你会莫名的害怕、凶的那种。长大之后，在训练这方面能力的人就告诉我一些方法，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训练，甚至是一定的程度是可以帮助别人感知到他身上的病痛。说他腰痛啊，一样的我一定会跟着腰痛。问了师傅才知道，当初也是跟我一样，这个天赋困扰着什么，所以他们才开始训练，跟着他们的方法。只是你现在还没有训练到完全的，还是没办法，就是直接去控制自己。那你现在感觉出来我在痛吗？你现在在感觉？女鬼瀑布历年来非常多起阿公阿妈失踪的事件，像最近这个例子，三天的时候，消防队放鞭炮，还在原本经过的地方看到了那个阿妈，竟然就在那里。有一个说法就是鞭炮会驱鬼，那我们今天就是逆其道而行，然后去那边做一件事情，在死鬼坟上面放冥纸，放到凌晨十二个小时，回去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痕迹，这样子。冥纸听说也会招这些东西。现在就准备前往女鬼瀑布啊，很好奇那个地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Go， 这边的雾超大。Hello， 哥哥，你摸摸，你好。巧是不是？就要能走。注意，差一点，那个桥哒哒哒哒哒，一公里就到了。现在已经进入了全部都是树林的区域。大家开车来这里，因为前面超窄，旁边悬崖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当地人会开了这种地方吗？超辛苦的，开这里的路，要掉进洞里面就好笑了。我就怀疑那个老阿嬷，他是怎么走到女鬼瀑布来的？他有点在公寮嘛，还没过桥那里。你像今天晚上来这边的话。已经超刺激！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？我现在就觉得热热的，热热的。哦，大，这个应该不行，这太小了。这边好像不行，进去了。步行850公尺，走进女鬼瀑布吧。你现在在这边有什么感觉吗？胸闷。已经有啊。嗯。这是麦子吗？好可爱，比代女鬼瀑布的本尊。我靠，你看上面一个超大的鸟，哇，好帅啊！超自然生态系。我们还有500公尺。我觉得人他在都市里面的话，就不会觉得世界上有什么什么其他什么的。可是如果你在这种环境的话，被这个大自然的东西震撼，心里就会觉得说，好像发生什么超自然的事情都有可能。前面没有道路，还要再往上吗？几乎要到了，在那个转角。走啊，走 ，OK。屁啦，这里可以走。地图已经说我们到了。啊，我们到了吗？是在这个下面吗？有一个水深。对，感觉是在那里。可能地图上每次写说下面就是瀑布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到瀑布的上面来的。可是我们刚刚一路来有看到瀑布的入口吗？没有。我们刚一路来就是顺着路走。因为现在地图是显示瀑布在这个地方，重点是我现在这边是没有任何讯号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们再走走看。因为瀑布现在好像上不去，就他说有桥也还没修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把石头粉放在刚刚那个地方。然后其实这只狗狗好可爱，狗狗来，好可爱。因为瀑布之前不是有什么人走失那些都是真的吗？是啊，哦是啊，它真的是模型啊，那是他爸爸。哦，真的，好几年的魔鬼瀑布，最近也是有，最近也有一个阿妈，就是一个阿妈，我听说。哎呀，阿妈鸡要帮你了。那真的是模型啊！模型啊，九号桥里面，有现在就是那个小精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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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精灵是什么？一样模型啊。我们为什么要它？为什么叫做魔鬼瀑布？为什么？它那有很多魔鬼。很多魔鬼。在哇塞。
这样子啊。哦，那个魔鬼瀑布。你们都有看过摩西纳？没有，不看过。摩西纳没看到。摩兰金那边他那个八字记得，我这八块钱拉他再走，藏起来。我走，走一个礼拜，看不到你，你看得到没？看不到你哦，看到你醒起来知道，你不有意思了哦。对，大家怎么跳回来这里呢？我现在剪片剪单了，我觉得这段我需要补充一下，所以我就超随性的。还有就跟这位聊家聊了将近半小时吧，截取了一些他们讲摩西纳的事情，我把它放在影片最后面，你们可以去听听看。那接着跟他们聊完呢，我就回到了地图上的这个地方，就在那边放了名字跟石灰粉，那剩下的你们就自己看下去吧。你看后面，我觉得瀑布应该在后面那个位置，因为水是往那边流嘛。就在这边烧，晚上的时候我来这边收，看石灰粉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反应。这个地方我不确定是不是老阿嬷会经过的路，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，瀑布就在下面。首先，先加入我们的石灰粉。蜜蜂不见了，电影里面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威胁不见。代表着后面有更大的危险。我现在反而没有胸闷了，刚上来的时候比较有，到了这里之后就还好了。那我们就放这样，我们明天差不多晚上12点1点我们回来。我现在全身都是汗，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走路，现在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晚上回来看看它长什么样，我来拍一张照。好 ，OK。那我们晚上回来看看 ，OK， 撤吧。好好，先跟头目登记，不要继续记。好，你看我们自己的人进去都走不出来了吗？三天四天，好几个人去找他，四天头目也是住在这边的呢。我们在那个流苏那个打骂我。嗯，哦，我看就是因为我行呐。对，好几个，好几个，已经好几年了。小弟弟，找回来了，都是一个。他的年龄跟他一样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找他也是走一个礼一个礼拜啊，不吃不喝还活着呢，应该很好吃。七天呢，不吃不喝还活着。活着，那个我现在给他塞那个石头缝那边，他没有印象。有，他说那个母亲在给他吃那个什么牛大便啊，还有那个大骨、那个问，当时有给他吃，他一出来就好像阿达阿达的。是啊，那我爸爸怎么找不到呢？爸爸那个事不知道啊，你要问你爸爸。我爸爸在家没回家呢，他爸爸打了我，我打我的。要不帮忙，不要不打了，那不办。你妈呀！万一他们在那边失踪呢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最好是要先登记，再进去。好。他都会找那个身体很虚的，还是老人家的，他都要带去哪里，我不知道啊。哦，那他们印象有看到摩西纳的样子之类的？有，有时候他说他给他睡一个地方，嗯，让他一直睡在那里，然后用东西给他吃，然后吃饱就叫他睡的。哦。好奇怪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找到，找不到。好神奇哦。所以真的有这种东西、啊。对啊，你这里就是有啊，很神奇的，你已经七天没有回来了，你就放弃了。结果他自己走出来呢，他说你们在做什么？这样。是啊。他说你们在做什么？这样。他说他有叫我们，可是我们不知道。跟我年纪大的那个哦，他是前两年失踪的，他现在走了。他自从他被摩西纳这样子的，他身体就很差，然后生病。去年有啊，那个新闻也有报啊，他被找到的时候送到花莲慈济啊，有住院住半个多月。如果下次要去可以找头目，还是先找我们这边，我们再带你去头目家。嗯，还是可以找那个。哇，好大只啊！好吃哎！我有吃过，你吃就这样。嗯，好吃，好吃哎。